我是公关猎头长的2013年了，1月17号，瑞芳蛋白。就07:58的时候，14:54被我发出留言，希望瑞芳的一律所有销售门诊就位949全车，准备在终点站瑞芳那行港。99圈车在瑞芳那等你。本列车终点瑞芳站快到，使用的没给搞，水红快到嘞。满是如意再见，侧开门，满是如意。14在瑞芳那行啊。哎，参谋。你们不是去赶快的呀？车没来。还有点事呗。好。每一次都这样，要赶快。人家等你们。啊，我的水有时吃。在瑞芳站停靠终点站。来，谁敢来进攻？谁是小圈呢？谁问他讲？拜拜。